恭喜哥哥结婚了。看起来有点怕哥哥。不是，因为我哎呦。你觉得你哥哥怎么样？他对你好不好？当然好，哪里不好？哎呦，好了好了。哎呀，那哥哥今天要结婚了，你感觉怎么样？感动啊，很感动。为什么？因为哥他们结婚了。真的啊？那什么时候换你呢？还久了，太早了。好了，那时间未到，时间未到，缘分还没有到了哈。那我们给哥哥跟嫂嫂祝福一下好了。阿姨在那个，哎呦，祝他们长长久久就好。长长久久了哈。OK， 好，谢谢。来来来，你笑了。来来来，讲讲看你这个堂哥。怎么说？怎么说？说说看你这个堂哥这个人怎么样？真的，哎，真好。你在笑什么？啊，平常怎么常常在一起吗？对啊，有时候了，有时候了哈。好、哦，那人家今天要结婚了，要对他说什么？新婚快乐！哎，好了好了，谢谢。阿妈哎，阿妈你好。嗯，你好。那个今天谁要结婚啊？嗯，我一样要结婚了哈、嗯哦嗯。看这边哈、哦嗯。哎，那阿妈有没有高兴？有。有哈、哦。嗯，那觉得这个要进门的那个太太、孙子啊，嗯，孙媳妇，嗯，对，哎，感觉怎么样，林轩？很好，很好，嗯，哦，好，那他今天结婚，您阿嬷给他一些祝福吧。嗯嗯，祝福他们幸福快乐，幸福快乐。嗯、好，谢谢阿嬷。家庭美满。哦，家庭美满哈、哦，谢谢阿嬷、嗯，谢谢。哎 ，Hello， 哎，你好，你是文阳的堂弟，堂弟哦，是。跟文阳一起长大的吗？是他带我长大的。真的，觉得文阳这个堂哥怎么样？他这个哥哥、哦、非常的照顾我。是。然后他就很像我的亲哥哥一样。哦。不分堂哥，就是亲哥哥的样子。对对。照顾我们。是。不管是我还是我的姐姐、啊，都当成亲生的。就是真的是一家人了、啊。对 对, 对。就真的是一家人。好，那他今天要结婚了。有什么话想要对他说吗？哎，就是祝福他幸福啊，另外一个旅程的开始，是让他不管在结婚之后有什么问题，可以我们一起互相解决问题。对，你一定会帮很大的忙的。是 ，OK， 谢谢你，好，谢谢，感谢。文阳的二弟你好，哥哥今天要结婚了哈，有想要对文阳说什么吗？恭喜啊，恭喜啊！哎，恭喜他了哈。那你这个哥哥平常对你怎么样？很好，很好，一样。哎，有多好？非常好，非常好。好了，那我们今天如果文阳结婚，我们是不是祝福他一下？祝福他怎么样？一样的，呀，一样的，一样的。好了，谢谢你，谢谢。Hello， 来，帅气的新郎，现在心情怎么样？还可以，可以。啊？还可以，心情还可以。心情还可以，会不会紧张啊？也还好。也好，等一下去娶老婆了呢。OK。好了，那你觉得平轩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要很长的时间来讲。哎呦，所以好处很多就对了，优点很多。可以。好，那待会要去见到他了哈。那在见到他之前，想要对透过镜头跟他说什么？老婆，等我过去。哎。好，我要会疼你一辈子，对不对？嗯，好。好了，准备要出发了哈。嗯。OK， 谢谢。哎，我能写啊。他怕这个洞。漂亮的妈妈，年轻的妈妈好。对，年轻的妈妈。今天儿子要结婚了哦。嗯。感觉怎么样？很开心啊。开心哈、哦。终于。觉得庭轩这个媳妇怎么样？很好。很喜欢，很乖。哦，真的、啊。谢谢亲家母。对对对，亲家母教的好了哈、哦。对。好，那他们今天要结婚，我们是不是给他们祝福一下？祝福、哦。祝他们白头偕老，白头偕老，永浴爱河。对，哦，那你化妆化漂亮一点哦，好，等一下就看得到了。OK， 谢谢，好，谢谢。爱我们的父上帝，感谢赞美你，我们从清晨迎接你所赏赐给我们的一个日子，主谢谢你的保守，也让所有的弟兄姊妹从昨晚一直到早上都能够平安度过，主谢谢你，主今天也是一样是特别的日子。也就是我们
啊，陆文阳弟兄以及庭仙啊小姐的一个结婚大典。本九组的工作从开始一直到结束，我们都是要完全摆上女主，由主你来带领我们，因为我们人也是真的，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力量，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恩赐，没有那么多的智慧，我们唯有交托于你，我们也是盼望期待将这项的许愿都能够平安，都能够顺利。祝今天这个时间我们即将要去迎娶新娘，在路上我们所有要开车的弟兄也都能够透过圣灵的保守，让他们能够平安的到达。我们回场的时候也一样，我们要全然的交托于你，也好让我们所有的工作侍奉都能够按着主你的赏赐，按着主你的喜悦来接纳，来赏赐所有的平安。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将以下的工作都能够完全摆上。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耶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先布达一下，因为我们是怕那个春日路那个地方会被卡住啊，因为那个一卡住的话，那红绿灯会很久，所以等一下绕一圈，然后我就从这个金融路，然后南下那个高架桥下面出发，哦，所以等一下的我们的车队，尽可能我们到那个大门那边转回来，对，再从这边哈，也就等于说浩浩荡荡的出发，也是从大门这样出去哈，两边都是门哈，主要就是要给村民报告讲说我们要出发了哦。那个欧文姐，出发之前就放炮哈。一二三，齐心，万众齐心，齐！来，上车，上车，来上车。这是第一。
上面的。好。新娘的生日没有，先问伴娘的。没有，这个是等一下的。新娘的生日、交往日。11月。11月吗？是吧？是吗？不如唱了，我们这里哦就没有特定的时间呢。没特定。好，结婚纪念日。3月。几号了？太紧张，然后就紧张，回去做功课。好，那个跟新娘认识第一次 kiss 的地方，公园，是吗？请讲出四个新娘最好的姐妹或朋友。有，玛拉斯，还有乌里嘛，对不对？还有那什么田子恩，还有人，对，还有一个四个，还有另外一个是苏达，对。然后请说出三个新娘的优点。优点哦，可以讲缺点吗？缺点比较多了。缺点就是优点哦，他的优点就是他的缺点，就是他太懂得那个，太懂得会呢。别人都只为了别人，然后他自己又很容易难过这样。对，这样。好，因为你刚刚有说错，所以还是要惩罚。我先给你一个反转题，请说出新娘闺蜜的生日。哎，我知道的话，那就严重了嘞。你的我可能不太了解嘞。你自己讲嘛，你自己讲就好了。不行，要先惩罚了。惩罚。就是现在要那个新娘，不是，因为原本他说你们要新娘抱，就是伴郎抱伴娘，或是伴娘伴郎抱新郎，或是新郎抱伴郎，新娘抱。可是我觉得这太简单了。就是伴郎抱伴娘。没有，就是要这样子抱，就是那个膝盖要跪在这里这样抱。我本来讲说用背的，可是他我觉得背的太简单了。快点快点，怎么样？要准备帮忙抱新郎啊！抱新郎，时间表，然后排出来，可以吗？优先时间表、哦。对，哪一张是最早的？早然后到现在最早应该是今天就。好，那个成长时间还没，限时一分钟哦。限时哦。对，如果超过的话就要惩罚，排错的话也要惩罚。OK 吗？好，讲完十秒，开始。讲完十秒，这个是就看那个最瘦就对了，这就对了。最瘦。没有这个还没。哎，等一下哦，这后面这个是最后的了，对对对，这个很久了，这个很久了。这个这个啊，这个这个这后面这后面，
这个叫站在对对对，哎没有，颠倒颠倒，这个丰年祭前的，丰年祭前去跑步。啊，这个叫这样对对对。哎，答错，还有四十秒，快点。哎呦，写错了这个。你要确定呢？那个题目有没有问题啊？没有提示，没有提示。照片有。看照片嘛。啊，对哦。哎呦，哎呦，哪里在剪辑？剪掉了，剪掉了，这骗人的。还是错，他还是错。看他的手。看这个，看这个脸的部分，脸的部分。这个啊，姐姐，这个已经很那个了，很老了，很怎么样？很老，他已经大只了。这样子，他已经大只了。好，看一下。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啦。好，不好意思，还是错误。真假的？来，最后一次机会，快点。没有，新郎不会对。褪色的，褪色的，褪色。看一下最好那个特效的部分。特效的部分。你看后面应该有血，我们有血。特效。谁？特效，特效。特效、啊，看那个手机的特效啊，这个比较弱哦，比较弱，那是多的吧？十、九、八、蔡布光很老了，七、六、五，好，谢谢，好了，一口这样了，好，喝之前来，请先俯卧撑十下，太简单了，太简单了，十秒，脚在楼梯上面，好，十下之后呢，十秒内要把它喝完，好，十秒嘞，好了，预备。FD 不是要认真，快来，接走接走，快点，福利提升，快点要啊，对，一，二，三，四，按照顺序，五，六，七，八，九，海龙子，海龙子，好，刚刚好，快点，十，太快了，这个会死掉嘞。妈妈念出来，念到李廷轩听到。只能靠近一点，靠他们旁边。对。二零三有没有人？我们两。李轩，我从现在开始只疼你一个人，会宠你，不会骗你，答应你的每一件事都会做到。你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不会欺负你，有争议哦。会相信你，别人欺负你，我会第一时间来出来帮你。我会你开心，我会陪你开心。你不开心，我会哄你开心。永远都会觉得你是最漂亮的，梦里也想见到你，我的心里也只有你。庭轩，我爱你。好，阿宝现在摸着你的心，来讲心里，讲真的心。左心还是右心？两个心。对他讲你的心里话。好，你靠近一点，靠门旁边一点。庭轩，悄悄话就好了。问他有没有听到？没有，都靠过来一点嘛。我以后都在我们在一起这段时间，很高兴你包容我，跟我的家里的人，然后
也希望你不要在那边闹脾气了，快点出来，好不好？跟我回家，快点！阿里，走了。这实在的话，对，走了，回家了。你问他我可不可以进去？我可以进来了吗？我在外门哦。那个巴鲁带来，快点。攻坚手。我可以进来了吗？我要打接。你下面可以好好讲哦。可以进去了吗？哎，不行哦。可以进去了吗？没有，你跟我回家吗？可以。来，单脚高贵姿。来，要跟老婆说。来，讲点恶心的话吧。来。恶心的，恶心的，对，告白。直接用了，救命一下！好想吐，够恶心了，这超过了，超出方案了。来，把揪一下，来，跳过去揪一下老婆。来，定格不动哦。你不许刷油。来，家里房要跟老公说什么？啊，靠近点啦，不要。老公说：“老公，谢谢你，爱你。”好了。烂结了，结回去了。来，跟老婆说什么了？快点啊！我会。好了，那我走了。好了，差不多了。好，跟我讲，跟老婆讲一个，承诺一下。我很高兴，很高兴我们走到这段。对，我们。的承诺都一定都做到，这样子，好不好？好，来揪一下，认证一下，来揪一下。再说，好了。金格，哎呦，好 ，OK， 好，中感应。他不要哈我的。哎呦，漂亮，漂亮，慢一点啊。1800过来。来这一张哦，来一个人下来，一，好，半点钟了，来一，二，三，对，来行吧 ，OK， 比个心，来比个小爱心，来后面的备来，准备哦，笑容对，来一，二，三，看这边喽，再来，看阿姐哦，来新郎新娘亲一下，定格来亲一下，看一下对方，新郎帅不帅？新郎新娘，看对方，亲一下，来定格，其他人看没有？其他人看一下，八个新人，其他人指他们，指他们，指的新郎新娘。喂，这么精神一点。哦。OK。好。二，三，来，新娘漂不漂亮？漂亮。来，新郎帅不帅？帅。准备喽。来，再一张。一，二。然后比一个小爱心，小爱心，来爱心，看我，来看阿姐哦。来一，救命！二，来救命！好 ，OK， 来一，妹妹，看我这边，一、二、三，来，我们这边喊一下哈，一定要上，来准备，好，来一、二、三，一定要幸福，一定要幸福，出来一定，慢慢走，慢慢走，不要急，慢动作，好。整理一下，帮我们整理。这个是一个程序员。祝你幸福。整理一下。好，来，好，请站直。好，站好，来，我们要抱一下妈妈，好了。要抱一下妈妈，好了。先抱一下妈妈，好了。对，好。主持爱的天父，感谢主，赞美主，在今天的日子是我的子女，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要嫁给我们的。文雅，求主祝福他们，也平安安、幸福，每一天都有主的恩宠满满的在他们的身上，一家人还有他的女儿，一切祷告都是靠主，愿主保佑他们，
到永远。祷告是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新娘先上桌，是有人踩到我裙子。来，新娘先上桌。红花我你拿吗？你有，都是你拿的。对，小心哦，小心头。进去，头很低啊。你脚上多少？脚上去了吗？这边可以扶手，另外一只手可以扶啊。是我的裙子，伴娘。我愿为你唱出一首爱的恋曲，我愿为你造起一座爱的屋顶，为你挡风遮雨，聊天泡茶下棋，只今生有你。走在红毯里，披上白纱衣，你是我这一生中最美的约定。月亮和你一起数星星，定了和你的每个甜蜜。走在祝福里，钟声又响起，你是我这一生中最美的决定。说好把幸福全给你，未来每个日子里我会更爱你。纱衣，我愿意为了你走在红毯里，我愿为你唱出一首爱的恋曲，我愿为你造起一座爱的屋顶，为你挡风遮雨，聊天泡茶下棋，只愿今生有你。走在红毯里，披上白纱衣，你是我这一生中最美的约定。月亮和你一起数星星，定了和你的每个甜蜜。走在祝福里，钟声又响起，你是我这一生中最美的决定。说好把幸福全给你，未来每个日子里我会更爱你。在红毯里，披上白纱衣，你是我这一生中最美的约定。月亮和你一起数星星，定了和你的每个甜蜜。走在祝福里，钟声又响起，你是我这一生中最美的决定。说好把幸福全给你。
很远的地方，一大早啊前来这边，啊一路上都得满足的保守，让大家能够平安的到达。哈利路亚！啊，也要让大家把喉咙敞开，哎，打开，啊，让大家的身体暖和一下。那我们就请乐师，那弹什么，我们就唱什么，好不好？好。有的用哭的，有的用笑的，底下用跳的都可以。来，我弄什么好？那个有以前那个。一节课说那个，会吗？我们先国，我们先国语，再来用母语，好，来，我们先起练吧，很冷啊。Bye.
备，那我们就现在的时间也是差不多了哈。那我们是首先要先恭请我们的结婚人陆文阳还有庭轩的一个结婚大典。那我们就请我们的结婚人来入场，来会众起起立，用我们的爱心掌声。我们幸福幸福，我们掌声的过来那个调啊，陆文阳，今天是你结婚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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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好，男左女右哈，东西都准备好了。如果没有戒指，一开关的那个环可以用，用得上哈。他们是这样教我的，那些年教的。那好，那我们的双方的爸爸妈妈，哎，妈妈呢？那个秀梅，啊，哎，妈妈还在化妆，可能你妈妈。九哥，九哥，你还在化妆哦？这是我们原住民的婚礼。哎，对，那里啊。那从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啊，真的是感谢主的保守哈。那固然天气非常的寒冷，但是大家为着文雅跟庭轩的婚礼，大家坚韧的那种信心到达我们古华村，真的是我们站在部落的大家长，站在教会的牧长、牧师还有传道，非常的感谢大家，也因着神的恩典都在你的身上，哈利路亚。哎，妈妈呢？妈妈呢？啊，妈妈还在化妆哦。好，没关系了，化好一点。嗯，妈妈已经够漂亮了，不用化了。来，我们的孙女也在里面哈 ，Devout 啊 ，Devout 打了脚步舞哈。如果是在台东的嘎嘎的马达说，的卡拉斯克，对，我们这边也有叫卡拉斯克上岛位。也是我们这个家族的名字，真的感谢主，赏赐给你们这样的那么好的礼物。好，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早上这个结婚礼拜的一个程序哈。陆文阳弟兄、李庭轩姐妹结婚感恩礼拜开始，那我们首先也是一样，我们就一起默祷，哎，我们一起默祷哈。我们来唱诗，我们的圣诗的326首，也就刚刚我们所唱的，相聚在爱里啊，相聚在爱里啊。来，我们请分钟，请起立。还是我们相聚一起，还是我们相聚一起。来，我们一起祷告。
创造宇宙的父上帝，赐恩典，赐恩惠，赐能力，赐许许多多的恩典的上帝，上位一体的上帝，我们感谢你。你赏赐一切美好的事物在世上，尤其你赏赐你创造男的跟女的，这个男的也就是陆文阳，啊，女的就是李庭轩。主，他们在从相识、相伴，一直即将要进入婚礼的这个阶段里头，主耶稣，从起初你的啊计划，你的啊保守，一路上他们两位都是这样相辅相成，他们彼此啊相爱，彼此包容。主，谢谢你这样的恩待这个家族，这对新人。主，我们一样，今天在我们这个主家，他们两位即将要向我们众弟兄姊妹要宣告他们的婚礼。婚礼是你上帝所赏赐给我们的，主，我们是愿意接纳你这样的一个福分。你愿我们今天的所有一切的礼拜，以及我们所有的工作，都由圣灵你的带领。主，我们即将要开始我们的礼拜，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通于你。主，我们一样啊，今天担任服事的所有同工，我们的周华南牧师，还有我们的传道，也愿圣灵能够赐给他们啊喜乐以及啊不一样的恩赐。主，我们这样的献上摆上，我们这样的感恩，这样的祷告，来奉耶稣的名，阿门。来，我们众弟兄啊，请坐。来，我们翻开圣经。啊，我们的圣经啊是在啊彼得前书三章八十九节，啊八十九节也就在我们的啊晨曦单里面哈。那我们就一样啊，我们的会众你们就看啊，是会者就啊一起念哈。啊，我们就开始念我们的圣经啊。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贴，相爱如弟兄，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进入上帝的话，阿门。那我们今天也是感谢我们的牧师还有传道，能够要主理这项的一个结婚啊典礼。那我们这个时间也是交给我们的啊牧师啊还有传道。在座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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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平安呢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在讲的话哈，所以当我们在打招呼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平安这样。所以平安呢这个字，它不但是问候语哦，那同时呢这个平安也是带给我们对方的一个祝福的语言。因为平安里面有和平，有圆满，有幸福美满的意思。所以当你们听见有人在对你说平安的时候，也是在祝福你们幸福美满。但是在圣经里面的平安呢，不是只有说幸福美满哦，平安更是指上帝就是那个美好的结果的一个源头哦。所以传道在这里呢，也要祝福大家，愿你们今日平安。这句话也代表的说，愿你们在今天能够经历到上帝的平安跟美好。那也特别是在今天的一个这么感动、这么幸福的一个婚礼当中，也能够一同的享受神的爱跟眷顾哦。那这个婚礼呢，不但是要得到人的祝福，我们更是要从神而来的话语得到神的祝福哦。那在传道开始分享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至高的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我们聚集在这里。愿神你赐下平安喜乐在我们当中，
也愿圣灵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以及以下的信息的分享，也愿你的话语再次的帮助我们，鼓励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更多的力量。谢谢神，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今天呢，传道用彼得前书3:8-9来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分享跟祝福。那祝福我们的新人，也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个彼得前书是在一个基督徒被压迫的时代所写的一个书卷哦，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呢，彼得他鼓励我们基督徒，我们不管在生活当中不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为着信仰的缘故遇到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压迫，我们都不要放弃这份从上帝而来的这个美好的信仰哦。我们要坚持到底，而且要持续的彼此相爱，持续就是不间断不停止，要彼此相爱吼。所以在这个书卷里面说，这一切所受的苦都是短暂的，那只有耶稣基督他永活的基督，他会亲自的来恢复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以及赐给我们力量跟我们在身体上的需要跟健康。那传道在想，其实婚姻也是这样哦。当一对新人要步入婚姻当中，我们可能也会要面对许多的压力或者是许多的挑战。一对相爱的情侣呢，当你们决定要携手一起要走向这个婚姻的道路的时候，这不是一个不只是说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开始吼，而是也是在生活当中怎么样要开始经历许多的考验，许多的磨练，这样的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在婚姻里面，夫妻怎么样要开始过着一种可能要彼此磨合我们的个性，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习惯，我们要去在相处当中要继续的这就是一种彼此个性上的考验跟磨练吼。那我们可能进入婚姻的时候呢，我们又开始要为着我们的生活怎么样要可能为了很多生活上的小事在吵架吼。然后呢，进入婚姻当中，我们可能也会看见我们的另外一半最真实的样子吼，就是要去习惯，要去看见别人看不见的我的另外一半的样子哈，我们要去做一个磨合，要去做很多的调整。也有可能我们婚姻生活到了一段时间，我们会开始很忙碌，然后没有时间好好的对话，好好的说话哈，甚至我们的夫妻可能常常更多的时候是为了我们的孩子要怎么样顾，要怎么样读书，要怎么样教育，然后有很多的争执在这当中。那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要去建立去对这个孩子的教导，我们可能也有很多的不同的我们的这个不同的方式在这当中。所以进入婚姻的一对夫妻，其实时间过了久哦，其实也常常的有很多的事情在这个当中要被磨练、被考验、被挑战。所以当一对新人要进入婚姻之后呢，需要夫妻一起去面对、去规划你们的未来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可以分享，可是同时我们也有很多要艰难的时刻，我们要一起共同面对跟承担这样的一个婚姻上的生活吼。所以在这条婚姻的道路上呢，总会遇到新的挑战、新的困难，但是就像彼得在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还有一位上帝，我们有一位骑在、今在、直到、永在的一个上帝吼。所以传道今天用这段经文呢来鼓励我们的文阳还有彭轩，不管接下来你们在婚姻的这条路上，我们会遇到很多事情，我们会发生许多的事吼，但是不管有多么困难，
你们都不要轻易的放开你们的手，不要轻易的放弃彼此哦，不要轻易的放弃你们的婚姻，你们要紧紧的抓住对方的手，那要彼此扶持，要彼此相爱，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挑战有困难，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这个是短暂的，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怎么样能够成为你们的婚姻当中是一个绝对的帮助者，是一个力量的存在哈。所以到底真正的彼此相爱，真正的扶持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看今天彼得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徒的信仰当中，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生活会遇到许多的患难跟逼迫，有时候这些逼迫我们没有办法承受，但是神告诉我们，我们还是要怎么样彼此扶持彼此相爱。彼得这样告诉当时候的基督徒，也同样告诉我们现在我们要坚持下去的方式，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我们要彼此同心，要体恤，要相爱，就如同弟兄一样，存慈爱怜悯谦卑的心，不要以恶报恶，而是要互相的祝福。彼得在这里说的意思就是，基督徒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逼迫跟苦难，都要坚持，因为也要活出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福分跟力量，我们要用爱彼此相待，这个就是彼此相爱彼此服侍的一个彼得对我们的教导。所以彼得说的彼此相爱，不是说只爱你喜欢的人，爱你跟你一样是基督徒的人哦。彼得的彼此相爱是要我们所有的人要彼此相爱，这个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因为我们是从神拣选出来的成为基督徒，那也是成为基督徒最大的福分跟恩典，我们靠着上帝可以胜过一切的苦难，但是这样的福分我们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去享受，我们要分享神的爱，分享神的生命给其他的人哦，那让别人能够领受到我们所分享出去的福分，以及上帝的福音，还有上帝的美善，这个就是上帝选召我们每一个成为他儿女的目的跟使命。所以彼得说，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不只是能够帮助他们坚持信仰，反而更是要向所有的人见证自己的信仰跟见证耶稣基督的爱。所以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而来的爱，你们的责任就是时时刻刻为这对新人来祷告，爱他们的心就要将他们的婚姻，将他们的家庭摆在祷告当中哦。所以一样，这个婚姻也是这样，在婚姻当中我们也会遇到刚才传道一直强调，我们真的会遇到许多的挑战跟困难，但是当我们知道要依靠上帝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神的帮助，神对我们的慈爱。所以传道在这里也要特别的勉励我们的新人哦，文阳跟庭轩，你们身为神的儿女，身为上帝的孩子，身为基督徒哦，你们是被上帝所拣选出来，要分享神的祝福，要成为美善的人，所以你们要时常跟神亲近，常常靠亲近神的话语，因为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神的智慧，有很多上帝的美善，可以帮助你们在建立家庭的这一条路上，知道要如何去信靠上帝，而且可以从神的话语当中直接领受到神的祝福跟神的爱，因为上帝就是那个源头哦。所以你们可以从这个圣经里面，从神的教导当中学习，我们要如何去爱彼此，完全的爱，这个爱是完全的爱，是舍己的爱哦，可以愿意为了对方，能够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个就是舍己的爱。
完全的爱来爱彼此哦，所以能够领受到神的智慧，就可以帮助你们完全用神的智慧来带领你们的家庭，面对你们婚姻当中遇到的困境还有摩擦。比如说在婚姻当中哦，如果一段关系之后，我们会常常发现，当时间久了哦，我们会很习惯彼此的存在嘛。想说哦，反正我们都是夫妻了，没关系，怎么样？我们就也习惯了，我们也依赖了对方对我们自己的包容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常在我们的行为，在我们讲话的时候，都会变得很直接。特别是当我们在吵架的时候哦，都会不小心就会说出一些很不好听的话，或者是我讲出来了就后悔了哦。所以要学习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不以恶报恶，要学习雅各书里面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样哦，不要一下子就爆炸，就是慢慢的听，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哦。那这句话很适合用在夫妻之间的关系上的一个沟通的提醒。所以传道在这里呢也鼓励我们的新人哦，要多花点时间跟神建立关系，你们要彼此用神的教导来建立你们的家庭，要认识神的教导。那这个认识上帝的教导绝对是在你们婚姻上有非常大的帮助，并且要使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学习耶稣基督，不放弃生命，不放弃爱，用一生去爱，去陪伴我们的另外一半哦。那这个爱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常常听到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跟节制。要常常让对方知道我们怎么样彼此相爱的心。常常说我爱你，你爱我吗？我爱你。这个爱讲出来的时候，是你从心里面去爱我的另外一半的这个爱哦，不是那种你爱我吗？爱了爱了，这种不是这样哦。我们要好好的讲那个爱，好好的把我爱你的这个心要讲出来哦。所以我们也要更多的耐心陪伴我们的另外一半，常常沟通，常常听他他心里面的话哦。有时候在外面工作回到家，然后另外一半的脾气又很凶的时候，就会闷在自己的心里，什么话都不想讲了哦。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学会怎么样跟另外一半去沟通。更重要的一点，上帝教导我们在任何关系当中都要诚实，特别在我们的婚姻关系上，我们要诚实是对另外一半，诚实对自己，也诚实对上帝哦。所以在诚实忠诚的一个关系上，要建立彼此的家庭关系。那在上帝的爱中，我们要彼此忠诚。很多很多我们知道的、常听到的，这些都是爱，都是基督的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契约，买房子要签合约，买车子要签合约，什么这些东西都是有期限的。唯有婚姻是怎么样，没有期限的哦，是终身的约。这个约是建立在神的爱跟教导当中。如果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相信我们的文阳跟庭轩哦，我们选择在神的面前要建立彼此的一个婚姻关系上，从上帝开始，那么你们之间的誓约。不是只有你们两个，还有上帝在中间，有神在你们的中间吼。所以这样的一个婚约是永久的，是终身的约吼，不是说现在立约，等一下后悔就毁约。可是我们是基督徒，上帝的儿女，我们有上帝在当中，我们要重视在上帝面前所建立的誓约吼。所以要让你们的婚姻成为见证上帝的爱的一个管道，要让你们共同建立经营的家庭成为上帝要使用的器皿哦。所以我们要用你们的祷告，用你们的心同心哦，来建立你们的家庭。所以文阳庭轩，我们要好好的跟神建立关系，
因为上帝是你们最大的老师，最大的教导你们的人，教导你们的神哦，那也是你们最大的帮助，所以你们要好好的疼爱彼此，扶持对方。那我相信在你们愿意要走入这样的一个婚姻的这条路上，那也就表示说你们已经准备好要跟对方怎么样走一辈子的路，是一辈子的路，不是一段路而已哦，在这边上车等一下下车就拜拜，是一辈子的哦，有我们要记得有神在我们当中，所以你们要好好的再次的鼓励你们要彼此相爱，互相扶持。那最后呢，传道用一句话来祝福你们，有一句书上的一个内容，他有一句话是这样讲，他说真正的爱不是互相凝望，就是真正的爱不是我们只是看着对方看着彼此，真正的爱是我们要朝同一个方向看去，我们的眼光是一致的，我们的心是一致的，所以在婚姻里面爱很重要，但是我们的爱不是你眼中当然一定要有我，我的眼中当然一定要有你，但是在这一条道路上我们的眼睛是看着我们共同的未来，共同的方向，所以不管我们在以后发生什么事情，会遇到什么样的变化，真正的爱是我们既然选择了，我们就要一起面对，一起克服，所以愿上帝带领你们，也祝福你们的婚姻，一起走向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跨越未知的旅程跟挑战，一年比一年更爱彼此，更珍惜彼此，那也祝盼望你们在婚姻当中能够在神的爱当中一起来成长，学习如何爱自己，学习如何爱对方，成为对方的帮助。那弟兄姐妹呢，我们也要活出上帝的爱，常常把自己的祷告也祝福我们今天的新人，也纪念在神的对神的祷告当中哦，愿永活的真神充满爱的上帝祝福你们的婚姻，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听他话语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上帝，愿你祝福文阳和庭轩的婚姻，因着你的同在，你的恩典能够得以坚固他们的婚姻与家庭，并且在神的教导当中信靠你，忠诚你，也能够建立对彼此的信任，也学习在你的爱中彼此相爱，彼此扶持，愿将一切的感谢荣耀都归于你，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我们神的仆人朱传道这样的一个精辟的一个讲道，我们也深信庭轩还有文雅在你们在未来的生活要记得要记得神的话语我们没有什么黄金，没有什么财产给你，但是唯有圣经就给你们，你们如何去研究，就是以后你的家庭幸福就靠着那本书不要老是看那个有的没有，那个不是很确实的所以谢谢神的话，但愿在我们弟兄姊妹铭记印记这样的一个福分。那我们现在一样，我们回应我们所领受的神的话语，我们就唱诗325首，那我们请求会众请起立，因为很冷，大家运动一下。喜欢这里。
请起立。去啊，那个伴娘，那个旁花，你拿一下啊。好啊，你们面对面，面对面啊，那个。你们呢？握手，右手哈，握对。现在你们要在众人的面前，在上帝的面前，要去告白你们的婚姻。刚才传道的勉励，用主的话语给我们大家的勉励，如同你们。现在结婚人的第一条的誓约啊，第一条的誓约啊，因为啊，你们要宣告，说上帝上帝是我们家庭的主人。因为我们这个婚姻也是上帝所应许的，是刚才传道透过他的就是透过通过用上帝的话给你们的勉励也是你们第一条的誓约，在你们建立婚姻的同时，当以上帝的话为基础来建立。那么现在你们也要在众人的面前告白，所以你们要很大声的应答我愿意或者是第一个先问新郎官新郎官陆文阳弟兄，你是否愿意承认接纳李庭轩为你的妻子呢？你愿意接纳吗？我愿意。新娘子誓约，李庭轩，你是否愿意接纳陆文阳为你的丈夫呢？你愿意接纳他吗？我愿意。上帝是你们活在世上，往后你们的生活当以做先生的也好，用温柔端正的行为照顾你的妻子，那么做妻子呢，当以温柔心来照顾顺服你的先生，敬爱他，唯独他与你们一起建立基督化的家庭，并尊重你们双边的家庭为你们的家人，终身做你丈夫的本分，
做你妻子的本分。在往后你们的生活的当中，你们愿意用主的话语建立幸福的家庭吗？愿意吗？我愿意。你们已经誓约了。那牧师在这里宣告啊，牧师在这里宣告，你们现在两个人在上帝的面前和众人的面前已经缔结这个重要的盟约，你们当时常照约彼此相待，方能增加你们的福分，并使人得到益处。现在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们二人证婚成为夫妇，上帝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愿耶和华赐福保护你们，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们，愿耶和华的喜悦看顾你们，赐你们平安。阿们。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是创造的主宰，你赏赐一切美好的给人类，我们感谢你。今天因着你美好的旨意，让这一对新郎新娘在你的面前誓约成为夫妇，愿你使他们分别为圣，并扶持照顾他们，借着你的名接纳他们结为一体，从今以后让他们互相帮助，同甘共苦，永远相爱，百年偕老，并恳求你帮助他们建立基督化的家庭。慈悲的天父，我们也恳求你赐给他们从上面来的智慧恩惠，叫他们顺从主的旨意，服侍你的国，造福弟兄姊妹，荣耀主你的圣名。我们将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那没关系，我们先做接商是一人被我们就接商来文扬介绍揭开你新娘子的面纱，看看新娘子是怎么样的。全部都是好。好，现在这个时间呢，也是交换礼物、交换信物哈。拜我们男女双方有没有有个非常之路先由文扬给提轩这个经验给你的新娘子这个爱的礼物。好，现在换新娘子给你的新郎官爱的礼物。现在因为我们一般的礼俗的证书我们用过了哈。那现在是爱的用印现在文扬你亲亲你的新娘子。
新娘子用印啊，就这样，那个印子要看到啊啊啊，用力啊，用力用哪下？再擦一次啊啊，有用力用力，我们看到啊，右手右边的这一次，右脸的一次。OK， 好，大家鼓励鼓励啊。完成了这一对结婚人的整个我们的仪式啊。OK， 我继续我们的这个。部位啊，部位。谢谢我们的牧师他也是非常很高手的在组织这样的一个婚礼哈，他很多招，可是他一步一步的来，不是折磨，是祝福。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没有关系，还久啊。他们的从国小的生活，我就看过他们的相片。我看过相片，庭轩是比较高，文雅是比较小。所以这个故事先讲一下，他给我三分钟。结果呢，他们两个国小的时候常常吵架。对，文雅那么黑，这文雅就是，谁叫你那么白？哎，他们两个从国小吵。找到不知道什么怎么回事，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神的安排真的是很神奇，掌声一下好不好。结果活动之后呢，他们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文雅慢慢的长高了，他们就平起平坐了，身高已经一样了。结果庭轩说，哎，你长高了呢。文雅讲说，你变漂亮了呢。对，别人他们生活我看过了，真的很不错呢。这个经过有点像叔公一样，怎么了？好，那这个故事稍待我们在会场再继续讲啊。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进入祝歌，由我们新荣教会。好，那新荣教会他们的弟兄姊妹，真的感谢你们，有你们我就暖和了。爱的只要心心坚定。
这样的人，无论面对的是多大困境，唯然不惧，只要相信，坚定力量，有爱的家就有梦，珍惜这爱，珍惜彼此，就让同心。谢谢我们新农教会的所有弟兄姊妹，也是由我们邱兰门牧师带领邱兰门牧师在那里。哦，平安，看不出呢，我还是一般的人呢牧师，应该要先报道才对啊，对不起我们已经失礼了，那么没关系，等一下好好的再做这次介绍啊。那谢谢我们新农教会。我们但愿再次的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本部了哈，所以感谢你们。文阳我们的家族的传统领域触角又到到台东了哈，又是布隆族，又是排湾族，真的是之前是阿美族现在有布隆族了再来格马兰是牧师的部分。我们的牧师我们的师母是噶玛兰族啊，所以我们这个部落真的是不一样，联合国假如一天战争，我们很多的我们的那个帮友来帮我们啊。好，那我们还是一样啊，先结束我们的感恩礼拜最后再做一个感恩礼啊。来，我们来请会众请起立，我们的诗歌在329首。耶和华是不言语，耶和华永远长不离，耶和华的脸光照你，耶和华是你的爱，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保护你们，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们，赐恩给你们，愿耶和华向你们观看，并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好，我们的会众坐下，那个我们结婚人就站在那边哈。我们现在要进行是感恩礼，那首先呢先感谢我们的朱传道还有周传牧师
谢你们两位，要我先向他们行一鞠躬的打礼哈，一鞠躬。好，恭喜，哎，恭喜恭喜啊！我们说的弟兄姊妹啊，以后不要忘记，如果要跟平时的家族在这边哈，刚好转角，啊，你们的会啊不难找，不难找哈，啊，所以这个家里啊还是啊永远的都是大家的家哈，有空有台北下来就从这边来哈，看看我们家就在这里啊，来，向我们双方的啊主婚人向过转。好，如果不方便那没关系，妈妈们，哎，两个妈妈来到前面，没有关系哈、哦，我平时有办法，嗯，哎，主姑跟那个伊娜，你们两个起立。你主姑要去哪里？你在前面呢，干嘛？你舍不得儿子。好，向我们双方的妈妈啊、行。啊，行一鞠躬啊，在赶那里啊，一鞠躬。你们两个怎么不会礼？哎呀，不要逼我。好，他们很冷的是，不知道怎么弄了。好，两位家长啊，请坐，请坐哈、啊。好，向我们的会众，向我们的会众哈、啊，我们的亲戚朋友们，还有我们的教友信徒。来感谢是一鞠躬啊，谢谢，上楼。好，那我们平时的家里的人，你家是天主教，我据我所知哈。那妈妈这边是信奉基督教，那个在我们部落没有分天主教、长老教会、安息日会或者是耶和华教。还是那个睡觉都是一家人，所以不要说了哈，所以你们要学习我们这个部落的那个做人做事哈，因为我们都是一家族，不要为了这个信仰把我们大家分得不分不像人了、啊，这个在上帝里面不喜欢，对不对？对，所以谢谢大家，哎，那最后还是要入洞吧，掌声鼓励。来，妈妈，请四位弟兄姊妹请起立，妈妈报个平安啊！啊，平安！牧羊牵你的新娘，入洞房，哎，入洞房，小小的房子要带上，来。各位弟兄姊妹，我是牧羊的叔公。也是部落的还有牧师也是叔公哈，弹吉他的也是叔公还有那个朱鹏道未来是我们这边的那个不要生肖叫什么了还在找还在找媳妇啊未来我们小姐们对我们这边的男生有意的话跟村长讲一下好就是这个部落的村长那我叫我们部落小姐有意的话要留下联络电话